公积金，对，所以王国之战的政府单位就会补救的基金。哦、oh. ，然后结婚好像也有多了很多的一些事件，所以大家可以敬请期待。Oh. 然后一天，20现在是一天也是四次结婚吗？就四次事件，0秒、300秒、600秒、900秒。哦，零秒会有一次的结婚相关的系统事件，零秒就有，就是一开始就会发生了，所以一定要结四对啊，一开始就会有，结四对，哇，然后现在离婚呢，不一定是财产均分。嗯，有可能是你自己要给对方钱之类的，也不一定，可以算养费，所以要慎选哦，不要想说哇，我想离婚，我要离婚，没有这么的单纯哦。哦，有可能是你给我啊。今天就来看看，如果结婚加上间谍啊，哇，这好复杂、哦。跟间谍结婚应该蛮有趣的，我觉得。对啊，不会，结婚就只是额外多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嗯，感觉有趣哦。你跟着敌方国王结婚也是有可能啊，竞技的恋爱，爽，竞技之恋，爽，间谍跟对面的国王，洋洋最喜欢的地图，大声说出来，又是我，啊、中间大陆我知道，不用说了，是吧？洋洋喜欢的我都懂啊，啊，然后每次都选不同的，对。那就来随机分队，婚，不用下去，婚，哦，拜拜，结婚，就算是与敌对也可以结婚的，好，哎，我这我们的世界，我这边有三个妹子哦，你想，我这边有三个妹子哦，选择者，下去喽，下去喽，啊，不想动，团团，再见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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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被拉去，再见啦，被赶走，终于下去，终于下去，下去了，下去了，被赶走了。所以他结婚是怎样？是随机指定两个人结婚？随机选两个人，随机，有可能敌对，有可能同一对，对，不管敌我，也有可能都是同一个人跟另一个人结的，跨越国家的爱情。我们上次就是结婚持续，结果下一个事件是小三出来，也不一样，搞不好看起来在不同队，其实是同一队啊。啊，也是有可能，也是蛮有可能的啦。口令。我知道。对对对，哦，我不想当国王啊，累。国王，国王很累。来啦，国王帮你听谁是间谍啦。我要去耍废啊。哇哦，好坑！中间是几层啊？哎、欸，怎么已经结婚了？二零跟杰克，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刚好？哎呦，哦、跟着小雨刚好。对啊。哦，你们忘记了在第几层了？没差啦，挖到石头就挖啦。40几？要40吗？没有到40啊，它是45左右吧。因为我记得这边比较太低了。对啊，太低你会掉下去哎、欸。所以是45是吧？嗯、不用啦，我挖45。我们要挤谁？挤谁？谁现在最多啊？我还在地标。哦。啊，娘威啊，怎么有？我四块了。我想要走，对面突然有你后面血血冒出来。啊。血血。血血。你搞的那边蠕动。钱，给我钱。感谢洛洛。没有钱。差三块。哇，我们国家那么贫穷。对啊，我摸不到钱了，感谢降级啊！我还没看到铁啊。哦，你后面就有，而且还三个啊！你赶快挖一挖，国王上去了。还不跟我说，国王，我帮你挖路了，国王。快上去，快上去！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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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国王回来，国王！我讲话没声音吗？哦，这边有人，我要阶梯耶，人这么好。哎，我关麦没人提醒我。哈，我想说你，我想说你，对啊，你，哎，你不要再给我乱挖了，哎，给我鹅卵石，给我鹅卵石，我有，给你，好，或者是我想说，你没有跟巧克力一对，你就不开心，我没有，故意关麦，我刚一直讲说我这边女生好多，巧克力你注意点哦，没人听到，没有人听到啊，哎，怎么都喜欢这样子搞我啊，没有，我们这队应该没有女生吧。一张皮，一个蜜蜂，一个不是人的人。你哦，一个不是人，你不是人哦。哎哎，那个是几块钱啊？啊，哪个？不是要可以上30吗？最少要30。那我上去了，拜拜。铁稿之后是30块。谁呀？把地板挖成这个坑的。我啦。他挖完，刚上去了。
啦。我要上来啦，你有意见你啊？他国王啊，熊爸爸，国王生气，国王生气了，哈。当暴君，国王气呼呼啊。啊，当暴气有钱。哎、欸，可是其实说在中间大陆的那个点，我还是不知道在哪里、欸。就中间啊，正中间啊，中间偏下面，是不是？好好好，嗯，我努力。我努力过去。哎、欸，对，你们有人去拿鞘翅吗？我拿啦。你繁星刚刚去拿。嗯。啊、哦，我摔伤，不要理我。好。哦、嗯。国王可能容易绊到吧。哎哎哎哎，雨月怎么死了？哎、欸。嗯。可以。拿鞘翅摔死了，没跳起来之类的。啊、没有，鞘翅没了。嗯。哦，他是要去挖那一个啦。啊，去拿、欸。可是我没有石头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国。你要不要回来拿？你要不要回来拿？哎、欸，隐月有石头，谢谢。你这个夺了隐月的石头，捡尸是不是？我要被捡尸啊！原来是捡尸的部分啊！找不到自己的洞，哎呀，皮洞。隐月下去，原本要挖我脚底，结果我先上来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又自己捡。我终于有十块钱了，快丢的是。赞哦！小雨没有十块钱的，我觉得你有了，我还偷望你后面的铁。没有，我只有十块钱而已。我看我还有多少钱哦，好多钱哦！我去升奴隶哈。好，这个动态我也想把它读起来。大家都发财，发大财，发大财呀！摩天轮，我们要盖摩天轮。滴滴滴，滴呀滴呀滴滴滴。好，我先升装备好了。OK， 我没有足够的金钱、嗯。哦，这也是个洞。我回来了，带着鞘翅回来了。很奶热。为什么隐月？哇，隐月回去也是挖到很多呢，138嘞。挺会挖。为什么对面这么有钱啊？啊，我刚刚拿去投资努力了，就要问你们为什么没钱了？超穷的。我到现在只花了12块，我一条铁挖完没半个金，真的运气很差哎。对、啊，国家是 风水不太好。对啊，国家现在旱灾了，没有东西啊。哎、欸，国王一直有人唱衰我们，他是不是间谍啊？对啊，哎、欸，你到底对我们国家有什么意见、啊？你是对这国家没爱啊？你去对面啊。穷哎、欸，没爱又去对面啊？去啊！没有，我对对面没有爱哎、欸，怎么办？去啊，过去啊。你全部都过去啊！只好流浪了。我是不是自暴自弃，开始喝酒了？没有啊，认清事实嘛啊！哎，私家侦探，有人有过爱情？那结婚是谁？谁、啊？哎、欸，那个恶灵跟杰克，我猜是杰克。恶灵，哎、欸，是恶灵跟恶灵的钱。哈哈哈哈哈！恶灵也太爽了吧！哎、欸，他拿好多钱哦。对啊，好爽啊！也还好，因为要当私家侦探啊，钱都是他们的啊，他们自己在流通。对啊，所以恶灵搞婚外情是搞谁啊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想知道哦。等一下知道咯。好奇，那边哈纪跟允月选一个。嗯，哎、欸，不一定啊，也是我们啊。哦，也是有可能。对的。上次就有小三的小三的小三出来啊。哇，有够乱啊，乱糟糟。乱到一个炸掉。真的。嗯、我觉得我们要不要提议挖三格高啊？看起来就不压迫。直接上去升高。这个政策看你喽。看你啊，你是国王吗？对，这是我们增高政策。哎呦，吓死人！哎、欸，我一直挖三格，一拳怪怪的。没有，你的脚突然露出来。然后嘞？突然露出来，然后被吓到了。我的脚这么可爱。翅膀。你的脚这么可爱。我的脚脚这么可爱，你有看过吗？没有看过的话过来，我再让你看。干，如果等一下我等一下换总统，不是换总统，换国王。我一定票你。你给我总哦。说我可怕、啊。你说洋洋可怕就算了，你说我。你确实蛮可怕的、啊。然后才不必。三波病毒，皮毒，皮病，皮病毒，皮病毒。然后它已经有26个字母的皮了吗？好多哦！不要爆我料，都是爆我料。哎呀，耶！小雨，啊？你要不要？呵，哎，终于可以去换稿子了，不用用铁稿了。请去。
请，好可怜，请去用饮料。我到现在还在对面。我要去。哎呦！噔噔噔！你还是要挖三个哈、哦？对啊。嗯。这样才不会压迫啊。不能太压迫了。把隔壁的头顶挖掉。团团上次是不是没有玩？没有啊。你没有啊？你先不要换瞬移。哦哦，怎么了吗？很烂。上次玩的时候很烂啊。所以要换什么？你要看一下瞬移怎么顺吗？你看一下我。瞬移从这边顺到这边。太少了吧？他为什么被改成这样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知道改了没啦。嗯。就我觉得他刚刚没有提到八成是没改啦。哦，也是啊。嗯对啊，我那时候用了三场，不吧，三次，对，那时候成功炸死了国王，然后要顺走的时候一直就这样子，原地，超超近的，比跑步还近，对，一样，超惨，跟没有一样，真的是有跟没有一样，哎、欸，哦，这是我，所以就换无敌嘛，换无敌就好了嘛，对啊，啊，还有落雷，对啊，落雷好像听说改成落全体哦。嗯，全体这么神、啊？哎、欸，等下，落雷是这一个游戏里面还是另外一个游戏里面？这个吧，我看的是这个游戏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上次落雷就是我们有一队是有 bug， 它 CD 是180秒，嗯、结果马上90秒就有了。哦，被炸，超可怕的。那该换一下。bug 改回来的吗？不知道、欸，不知道。十块，存一下钱，买个保险箱。嗯把这个楼梯改成鹅卵石好，比较好认。好哦。我上次也是放鹅卵石，你照样挖掉。你想骗我？不是放这个放的鹅卵石是我自己放的，我应该记得啦。应该，应该，应该，也许大概，或许 maybe。好了，上去升东西，买技能。国王要升啊！哎、欸，为什么？钱都没有跳啊，不是有奴隶吗、嗯？我有升啊，我刚有升、欸。对，我也没看到讯息，我也没看到，还是他偷、嗯、偷做事不跟我们讲。不然我再去按一次。欸、有啊，奴隶一啊。嗯，有一啊。20995吗？我一直在等呢、欸啊，我在楼上等超久哎、欸。那20995一下。好吧，那难道要995吗？要995啦！995啦！995我。嗨、欸，奴隶拿钱不做事。嗯，花钱买了没有？奴隶没有没有在做事、欸、哎。你会开战瞬间离婚？对呀、啊。我去看一下。好啊。只是跑来我们国家，所以就离婚了。哇，是这样子的吗？所以2020请对象在我们国家是不是？你不要太过分啊、哦！一拳是间谍，投他不管，他就是间谍。1995然后他跑来我们国家，顺便见一下婚外情对象，然后被杰克发现，他们就离婚了。啊，然后嘞，然后你就挖我脚下黄金，你是怎样？好、哦，哎、欸，那应该是我的黄金。他们那个时刻金苹果是你个头啦，挖你脚下的铁矿产出来的，你说你挖的？哎、欸，那不怪是我的铁吗？屁啦，我挖出来的啦，什么都你的。所以你们两个有。你们两个有争纠纷的是不是？对，我们两个纠纷完了，有纠纷了。我们现在努力几争？一啊，一阶吧。我们现在是一阶。我刚等蛮久的哎、欸。我刚六十秒啊。哦，这么久哦。啊，真假的？一阶，所以是要十秒、嗯。可是我们已经很早之前就一阶了。对啊，记得蛮早了、欸。好啦，没关系啊，再等等看，再等等看。我升二阶，我升二阶看看有没有动数、字。好。我刚看还有动。好。我。我升二阶了，好，就只有你们那边有动，好，只有你们那边有动、欸，哎，好，哎、欸，财神爷有要拿吗？我在中间了，好，对啊，只有你们的有在动、啊，我们努力是不是你们间谍、啊？我就想说怎么升一阶，然后我还那么穷困，连稿子都买不起，真的超惨的，哦，哎、欸，我丢的什么还在地板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68元。嗯，阿米猫。对啊，这边的数字有在动，应该就是纯粹挖矿的那个数字而已啊。嗯嗯，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我变73元呢，他是不是在做事啊？还是他没有跳讯？
不会跳讯息啊，反正就不会跳讯息。奴隶跳是不会做讯息啊，可是没有的。我这里有看到他有在动，可是哦，好好好，还是速度比较慢而已，感觉是比较慢。以前就这么慢吗？我怎么也觉得以前蛮快的啊，以前是蛮快的。哎、欸，对，二零问你，哎，你瞬移改掉了吗？改掉。哎、欸，一颗羊国王。皮王耶、yeah, ！我解脱了，太好了！不做了，我要罢工。哎、欸，那你要不要解决一下繁星跟那个一拳的纠纷、嗯那个，选一个来验呢、啊？哇，好，我记得你身上有书了，对不对？小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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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，对对对对。